这个大毛子的发言人啊，嘿，竟然人家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啊，这是遂城流年兄弟的帖子，佩斯科夫啊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，他的女儿伊丽莎维塔·佩斯科娃是个大网红，很活跃。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极端的热爱俄国，但是目前表示还不回俄罗斯，因为他特别喜欢法国的食品和时尚。目前呢，他定居在法国。这个大毛子人特别崇拜法国，因为法国是欧洲。所谓的曾经最厉害的国家吗？最时髦的地方吗？是大城市吗？大毛子是一个破农村吗？所以说就在法国住。佩斯科夫呢，回答记者呢，他说他不会让女儿回俄罗斯的，他自己是成年人，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做主啊。定居法国是他自己的选择啊！我们讲民主，我们讲自由。网友们评论呢，建议法国把他驱逐出去啊，把他赶跑。敢问敢答敢发表，这真是大俄的希望啊！给压的资产冻结下啊，鼓动叫嚣发动战争的都是不用去打仗可惜这个大毛子。这个法国那里呢，这个法国人呢就讲什么这个，讲文明，这个不行，跟他们讲不上文明。